我平常现在我都蛮安静的，而且尽量 silent and still 啦，就是除非有一些特殊状况我在出国，可是也都越来 越安定了。所以我觉得不必说 能量的这样像以前这样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像干肉一样，这个也不一定啦，就是你能够优雅的自在的过着每一天，然后内心没有那种焦虑啦。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真的是觉得是每天醒来哦，就说哎呀，我今天又可以做公益，我今天又可以帮别人让他离苦得乐，哇，这个才会持续啦。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在花莲就做一个这样的过敏性鼻炎小朋友的这种免费免吃药免住东西没有副作用的东西，来的人就吼，马上妈妈高兴死了，都小孩子都 OK 的了哈。那事实上，我也是无意中做这种无相布施呢，因为我们的很多行为是潜意识里面或者以前的事情呢，让你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没有想到要回报，你只是你做的那一刹那已经满足了内心的这种需要了。本来布施就是本来是你的东西，你把它拿出去，这已经是你的你有出离心的嘛，然后你又把它不抱为己有，说这是我要一个肯吃这样很的目的什么东西，那这样就没有那么有意义，就不会让你持续，因为你就会开始失望，你就不会啊怎么我没有得到这边的回报嘛。我很幸运的有这样的能力去做我可以满足自己的，而且可以让大家己利而利人啊，这个的事情。签你的名字。好，麦克要慈悲，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是什么？华脉。哇。